亚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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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猫蓝火那个哒哒哒哒哒。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不是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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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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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怎么打的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。那我买个大号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。王哥，你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结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枪干什么？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都给我挨着黄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街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去你妈！